那为什么叫二分之三？等一下再来聊。好 ，OK。那我们第一首歌要带来草东没有派对的《大风吹》。叫你妈妈带你去买玩具啊，快快拿到学校炫耀吧，孩子交点朋友吧。谢谢。好，二十。好，给我试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 KB 没有声音。有了。
两拍好了。把脚往前踏。KB 要送他自己多一点。够吗？够。要合一次吗？好。合一次吗？一样地方。一样地方。把脚往前踏。好，第二首歌是那我懂你意思的，收录在没人在乎你在乎的事，温暖的阳光。风拨冬天的阳光，微风冉冉的吹在我脸上，倾听早晨坚强，睡不着早晨的阳光，温柔的安慰，快开始吧。我拥有一张温暖的床，一把颤抖的吉他，我也要吃。
见它，学会飞翔，到风不存在的地方，温暖阳光，有小鸟飞翔，那没有我不孤单的臂弯，把脚往前踏，永远飞翔，期待有天。脚往前踏，不能飞翔，沉重的身体只能落下。其实我害怕被遗忘，其实我只想有，只想有。好，现在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叫二分之三了。因为就是大家知道二分之一乘以三是多少？是。好，对。那至于这个三个二分之一是谁贡献的，就应该他们好了，就不好说了。好啦，我啦。不要读数学系，真的。可以玩个有奖征答，猜到谁被恶意过？那要玩那么大吗？我已经自爆了。真的不要读数学系，真的，千万不要。对。听说那个本来因为我是临时代理的主唱啊，原本那个主唱他如果在这边的话，好像会变二分之五。哦，我不知道真的假的。直接包成两个。好，有点尴尬，那没关系，讲个小故事好了。就是有一天那个黑气球呢，他走在路上，然后被白气球打了一拳，所以他决定告白气球。那最后一首歌带来纵贯线收录在南下专线的《归来》。
下班如何？